那我们换位置看看。来换位置，你皱皱的了，我感觉那个一来你皱皱了。我看一下，你皱着，你看那个。各位早安，今天我们第三天了。可能今天嘉宾应该到我们要去干嘛吗？动物园，嘉宾超喜欢的。今天嘉宾可以吗？嘉宾只要不要碰到动物，应该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讲，猴子跑了没关系，老虎不用跑。嘉宾，你不要这样了啦。嘉宾，那个是演呐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看动物，先去看大象啊。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大象啊，哎，我有碰过大象啦，也是在泰国啦，然后也会碰到老虎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我们出去了，大家等一下见。我要来喂他们吃东西，喂他们吃东西了，中国的麦当劳，我来泰国，我们吃中国。我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吃的，我给他们东西吃哦，吃的就是这个。如果不吃这种，我们可能赚错没办法了。接下来要飞了，要去其他东西了。姐，你怕大象吗？我不怕大象。那你怕吗？这么大，怎么会？大象应该还好，它不会攻击人的。然后它们很聪明的，你就给它们吃东西就好。大象有那么聪明？它碰到人，它会趁机还好。第三天呢？不知道这些美女会不会在。这个人会的泰文就是什么？你会的是什么？泰文我会很多，什么那个什么卡阿罗。好，我来教你一个三亚棍，三亚棍，好玩吗？没有，但是我爱你。哦，因为他刚刚问我你在讲中文，我说对，我说你会中文吗？他说他会，我说你会什么？他说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说哇，最重要的。那我问那你们怎么讲？泰国怎么讲？哎，我爱你。三亚棍，三亚棍，阿罗也是好吃哦。对。我跟很多人说他们好吃呢。刚刚那个警卫，你跟他说阿罗，他们来，你这个警卫说你好吃。我的妈，喜欢吃。大香了，给我这个那么多，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用这个把我的整个身体吸一吸呢。然后你有发现我们泰国他们这边他们很多呢，印度都产 ，India 对 ，India 跟 Indonesia 都产。OK 卡，我们先敲了，嘉明，我们要去叫大香了。姐，你看那么大，哇 ，Sit down， OK， 他们坐着，然后哇，大香很大哦。One bag, one person, three few bananas in your bag。那么看起来这个香蕉我们可以吃哦。我觉得很多人会来这里，我觉得你这个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就给他一下下了，不用那么多。Do you speak Chinese? Yeah, we are Taiwanese. How do you know we are speaking Chinese? I heard the word "see." 哦，他说赶快给我，看他多少，好厉害，我来给你了，你呢？我第一次见识看到他的鼻子，哇，好酷哦！过来，你看，都是我说的嘞。我的意思，他是到帅哥的，你看，他都是到帅哥的那里。他真的没有看到嘞。他会玩到，不是看到。那我们换位置看看。来换位置。你皱皱的了，你看那个一来，你皱皱了。我看一下，你皱着，你看，你跟他那么远。不要玩了。他不知道你，他不想要。他说我这个要丢了。哇，他这是什么 style？我倒不要那个，他不要。他在干嘛？好利息来，76，76，很挑食，很挑食哦。你看，阿妈就是这样子的。He just ate that， 他刚刚有些，然后其他都要丢了。你看，这什么？苏格片。哇，这个也可以哦。这个可以，可是这个很硬耶。慢慢来压，可以摇这个哦，很硬的。7 years old， 哇 ，He should be going to primary one。倒不要，倒不要。我给你。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来，好挑嘞。Okay, 哎呦，安娜，哎，香蕉，对，他比较喜欢香蕉。大哥来，他可能磨到很硬的，然后就不要了。那我给大哥了。小朋友都是这样啊，比较喜欢香蕉。哇，好帅啊！他帅，喜欢嘉宾的味道，哎，好漂亮。大香，香。他摆的超漂亮的，我看，还没有漂亮，我拿那个嘞。哦，有啊，很漂亮，很喜欢。你之前在苗栗哦？对。哇哦。所以你以前住台湾吗？我会来很久了。很久了哦。但是你中文还是很好哎。一点点，很多了。你说苗栗市，然后你说你回来很久了，那个真的是标准的。你知道新北市吗？知道了。哦 ，OK， 我住新北市。哦，北信。对。哇靠！嘉明给他，嘉明给他。
杰森真的不敢哦。这怕什么的？他会知道你很怕，然后他不理你啊。你要 confidence 吧。我也那么喜欢你啊。然后他没有跳呢，他都会拿了。他很 Jason 哦，什么都吃。对啊，什么都吃。大象好了、哦，好了，刚刚怎么样？我很开心呢、啊，大象他们就很温柔啊，都是女生啊，都够温柔啊，都对嘉明那么好，哎、都对我那么好。如果是男生，当然就会很凶、啊。但是男生就很。跟你一样不听话，所以他刚刚说男生喜欢他们的 zone territory， 因为男生都要说这个是我的 zone， 大家要记得都来那个福建富士岛啊，要来这边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别有那个用心，想那个保护那个大象，就这样。然后他们有很多不同的，他们有半天的，半天也可以做很多东西，也可以跟大象洗澡这样。你们知道我们下一个要去哪里吗？下一个要老虎，老虎。练舞老虎跑得快已经没有眼睛，已经没有尾巴，站起快，站起快。我们到了哦。 Yep， 大家到了。你是哪里都有台湾人？嗨，你好。我刚刚想说那个泰国人中文怎么那么好？你们又来这里哦？我们在机场又遇到。哦，真的哦。有。然后又遇到了一次哦。他说最小就是六月而已。我敢把我的手放在老虎嘴巴里面，你敢吗？我哥哥敢吗？哥哥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我爸爸敢的。爸爸你敢？爸爸你敢吗？我叔叔敢呐、啊。叔叔这里在哪上面？你敢吗？然后你们发现吗？这里越小越贵。为什么少的比较贵？因为比较可爱啊，人家不是我用可爱一种，我用可爱一种。你跟家人扎什么东西？年纪吧。这 medium 太小了。medium 这是我的 big。OK， 好，这样好了。Let's start big OK。卡布卡，小白小白一个。这个。啊。对。中文。哦，里面的东西。哦，这样可以啊。OK， 卡布卡。你们的服务不错，很棒，哎、欸，很 juicy， 好像那个烤肉那个节什么节？中秋节会柚子，会给那个复杂、啊。哦，我知道那个跟那个很像。对，这个是 strawberry 吗？你看它有两个蛋。这个不行，又一个酷酷的，小白迪哥。去大的老虎了哦，是大家一起哦，那就没那么害怕。嘉明叫帅喽，嘉明完全很大胆哦，很大胆的。真奇怪，他在发出声音了啦。啊，你妈的！不要！摸摸屁股。哎，去哪？拿尾巴。怕尾巴嘞？怕什么？你是不是又尿尿了？又小便。跑得快！哇，帅哦！没有人在工作后面的，大家都在这里，这个很合理吗？他等下从我们后面冲过来怎么办？现在我不怕这个，怕另外一个。哎呦妈呢！哥哥，你敢亲吗？我不敢亲啊！亲我不要亲他。就是你在遛他的嘞。哦。什么？你要看什么？我要看你有没有尿尿？是的，真的有呢。没有，刚老虎舔了我一下。你们看这边也有小孩子的。真的。小孩子的。帅的。可爱的。我多多拍可爱的。大哥，你跑步比我快吗？阿健，你觉得你敢吗？我不敢呐、啊。他不敢呐、啊。对，我觉得他不能进去、欸，因为他感觉就是在看我们。没有，可以进去啊，因为他那边有那个台啊，那一台啊，可以进去的啦。杰森，你要不要先送你进去？没关系，我在外面帮你们拍。